这个、徐幼珍出这不知什么主意，竟然爱我几个人泡在烧水里面，这人家烧是要怎么泡啦？啊，不过我若是无嫁做破病，志成回来绝对袂放我煞。啊，这摆到底要怎么做才好？是你啊！那等我起来，我绝对要把你带去海底去刷去。哦，那你再笑啦。志成，你哪会回来啊？啊，你人怎样？保重。哎呦，啊，那你真烧了。我嘛唔知啊。然后残像是迄天，河油配音泼着水以后，啊，过无外久，我的头就开始就疼呀。啊，志成，我是不是发烧感冒啊？而且我即马规个人感觉就不爽快，佮会胃寒。来来来，你咪喂，放你妈咧，我提水予你啉，好。不爱了，我不想去。什么喂？我是医生呢，你今麦发烧，要补充水分，快，妮妮。虽然小爱不轻信，啊，不过我心内真清楚，你偏爱的吃着安眠药，绝对跟伊有关系。才害佩英阿姨，那安眠药又好发作，无说你为毛腿跋落来。更讲小安对佩英心肝有这么大的怨恨，所以才安尼做。其实我嘛是安尼想的，啊，不过就无证据，是个人安怎？啊！不过你敢不知华雄这是啥物？我原本为着这件代志，就要回去找，把小安摸清楚。啊！不过结果呢？伊叫做真贵家，好被因破水，感冒发烧，感冒发烧。我是医生的，感冒发烧，家己泡烧水，规身躯烧烧，我可能分袂出来。无猜我之前已经原谅伊这么侪次啊，我即摆是安怎？伊把我当作什么啊？伊把我吃死死，我什么拢会相信伊？把我当作是戆的是无？